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来了，单程票南港到哪里？那个台南啊，又是台南，还敢去？确定这次没问题吗？有问题就再回来啊。还会遇到第二次吗？有经验了。有经验了，嗯，我那流量很好哎，为什么大家看被那么喜欢看我被人家唬？还是我们以后都这样？所以难怪，多老板都要被骗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。今天希望客人放我们鸽子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知道租车柜台在哪了，啊，熟悉的地方，熟悉了啦。哦，看到了，他是在那边，嗯，对，依然不能入境。我看这次哦。连身形他都不能入境了，啊，要不然他会被，会不会连声音都不行吧？他声音可能可以啊，怕他被霸凌而已。哎啊，他已经被霸凌过了。嗨，哦，哎，台北在下雨啦，你看，对，台南大日头啦，啊，你怎么都把门都打开，迎宾模式。对啊，对啊。你看恁家网友讲霸凌噶安尼啊，拢恁家讲霸凌的对不？啊，我们又来到台南住先，我跟你讲。真正的男人就是说话算话，我们是讲好就没有在那个的。哎，不过我要讲一下这个，其实哦，那个骗检太那个朱先生，其实上一次他有说要带我们去吃东西，我说啊，拍谁？因为没有买卖啊，人家又是上班的人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去租个车，然后也比较轻松，没有压力啊，不担心人家接小孩还是要上班，我觉得就不耽误人家。上次是这样，哇，人家网友都讲霸凌，要学要有肉收哈。我是觉得啦，这个就是缘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多亏他，我们上次对不对赚了一个流量，又吃到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呢，赚到一天假呢。啊，现在来再赚第二次，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开箱一下那个 C-X60，我们就想留言呢，讲啊，你 C-X60应该开箱起来，啊，让他们搞起来，准备开箱啥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先出发了，要不然这个灵体快走。谢谢，好啊，上车喽。我跟你讲，朱先生今天都安排好了我们的行程。刚第一站阿辉又没开，体育馆阿辉老是不让我吃啊，然后所以现在来这个蛙柜阿全。听说是那个什么，台北有一个那个米其林的那个主厨江正成爱吃，所以就来试试看。哦，这道地耶，你看这个碗这样，哇，啊，越脏看起来越脏越好吃，你知道吗？跟那个卤锅一样。对不对？来，再次挑战鱼羹，是不是一样甜？哎，看是不是一样甜？它这是白色的。对，它这是白色的，还蛮特别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一定要自己先挖一个洞，啊，因为要加这个嘛。蒜头，我先不要加辣椒试看看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车不用看了，车上次看过了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我想说，妈的被骗了啊！一来就直接自己吃播，没有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处理车子啦。只是说这样比较顺啦，先吃再说了啦。啊，人家都安排好了，哎，朱先生在做事情很紧绷呢，都亲自跟店打电话去打过招呼，这样。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？都跟他们打过招呼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他还有传行程表给我，他也传行程表给你，对，他还设定几点几分啊，在哪边？我怀疑他是不是从事旅游业的。那我们就我先试一下，好。不知道蛙柜差在哪里，好吃不好吃？我没有很研究蛙柜，我知道刚那个很大块的香菇，我跟你讲，第一个嘛，新鲜是一定的。然后它这个蛙柜是属于比较软糯一点，不是那种硬 Q 的。然后你吃得出它的那个料炒的很好吃，很香。它那个吃香菇就知道了，嗯，它有点类似先把那个料都跟肉炒完放进蛙柜里，所以它炒的味道蛮温和，而且不甜哦，甜咸适中。嗯，哎，这我第一次吃哎，白色的，我第一次看到白色的。你这鱼精味啊？对。而且我第一次看到加姜的羹哎、欸，哦对啊，我好像没吃过羹是加姜的，甜汤白木耳，白木耳莲子，对，来哦，喂，鱼的鲜味，
不是上次那样了，差多了。我选这个，跟上次那比，我选这个。它的汤底很清澈，你看得出来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好，你看到像一点点颜色是污醋啦，哦，很干净。它感觉就是鱼汤。你想象就是鲜鱼汤，就是把鲜鱼汤勾芡啦，然后鱼肉用成鱼浆啦。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不甜不甜不甜，很鲜，味道很鲜。而且你看这个味道就知道，不可能是上次那个大哥讲的啊！我们都是用槟榔把它炒出焦焦的颜色，哇！对啊，没有吧？这没有焦焦的颜色啊，它是白的啊！哎，焦焦的焦焦的颜色是什么色？又黄又紫。道歉。你想被编台是不是？没有。好，吃一下鱼羹。这样上百斤啊？以为。三百鱼肉，三百鱼，阿伟啊，这个跑出去三百鱼冻啊，可以啊，我讲出来，虱目鱼的味道，哎，是好的，虱目鱼浆，打了，有水准，加个辣椒，那肉块是那么大块的，对啊，大，好大，哦，还有蛋呢，而且很多，几乎每一口都有料，我要台北吃那个台南蛙贵啊，里面只有中间一撮有肉香菇。旁边全部都是挖灰而已。听起来，听起来，来，江军，来来，你试一下看是不是我讲的。好。你吃的觉得怎样？我喜欢这个汤。对啊，汤跟上次比赛多。因为这个汤真的很像，温和很多。鲜鱼汤加太白粉，味道温和很多。嗯。你这个苦水鱼干啊？苦水，苦水，苦水的，很简单讲，很整齐的。所以它外面有包面衣，然后有啊，有炸过啊，酱油对，炸过。不然我讲那个筋的味啊，哦，顶头的挺有够甜的，这个赞。嗯，这個、下午来两个蛙龟配一个汤，正好哦。这家姜丝真的是赞，它这个汤哦，完全你吃得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有的没有的添加物。没有过度的调味，真的没有什么添加物，没有过度调味，它就是很单纯的鱼的鲜味，也许加一点盐去调味而已。好，然后它那个整个汤喝起来是很舒服，味道是很适中，然后再加那个姜丝，我觉得整个弄起来，我觉得这个汤我觉得分数很高，赞，这件赞，这件赞，好，搞定了，只能吃光了，三组。小时候以前都有这种一袋一袋的冰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卖那个袋子啊，他妈妈如果煮绿豆汤就放在袋子里拿去冰啊。对，我小时候是吃绿豆汤。对啊，然后还有凤梨冰啊，煮凤梨汤放进去就变凤梨冰了，这就是古早味的、啊，芋头、米糕、红豆、仙草、蜜豆、凤梨。手工布丁，古早味的，先来一下，刚强烈建议。推荐，嗯，焦糖味很浓。它这布丁不是那种很密的，它里面是有气孔，比较松软的。以前那个冰店都会有那种小的，那种都是工厂统一送的那种。嗯，哦，那种我就很讨厌，它很难吃。对，它是小小管的塑胶盒嘛，小小管，不是这种大的哦，它细细的小小的一个布丁可以加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那工厂批发的啊。啊，这个八宝冰也是老店的啦。客人也是说都是从小吃到大的，刚刚跟老板娘一直在聊，回忆过去啊，吃老三拜呢，年纪大了见共共过去，共过去袂记，啊，每天都要讲以前的事，啊，刚说过的话反而记不得，来吃一下黑糖刨冰，嗯，它的刨冰是比较粗的哦，它如果再粗下去的话呢，应该是可以放在生鱼片下面的。很像那个碎冰，对对 对, 對。听说蚵仔是啊，不蚵仔，蚵仔，蚵仔是招牌。我试一下蚵仔。哦，很绵，感觉很绵的。好绵哦！我第一口吃，我以为是蚵仔口味的奶油，整个都是绵的，像奶油的口感。我是不喜欢吃蚵仔的人呢。你？对啊，我不喜欢吃，我不会特别点蚵仔。那你怎么会点？啊，因为他说是招牌。推荐啊，对啊，招牌啊，我就吃啊。我不是。不吃啊，是不会主动点。如果这个有朋友吃火锅会加蚵仔，绝交，坏了整锅汤。也不是，也不会不至于绝交啦，就不会找他去吃火锅了。南瓜蚵仔是一律不能丢到火锅里的。哦，好绵哦，好像奶油。
他其实他做一个面包，直接把这个挤进去，就是蚵仔面包，就很好吃，就很好吃。然后跟凤梨，古早味，对不对？必不可缺的凤梨，嗯，舒服。哎，这不会超甜哎，上次信的那个就超甜，这个就是清冰淋一点黑糖水，然后就很清凉解渴。如果观众朋友没来吃过，你来吃这个，我可以说是没有负担的甜。天气比较热哦，嘉宾不用客气。谢谢。啊，这个莲子，莲子自己添加。哇，好棒！试试看，哎，黑我们这边。嗨。啊，它的口感就会变成 QQ 的。啊。一般外面，比如说你吃起来用白色的莲子。功法不一样。很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。蜜莲子啊。但是它相对它其实是搭配在冰一起。好，哎，这好熟悉的味道哦。桂泥依照有一种豆啊，啊，会用打打一角，啊，食起甜甜的迄个口感，是放在糕那种糕饼内吗？嘿，无啊，规包的啊，敢那嘿啊，敢那蜜豆安尼嘿啊，嘿，苏打白白啊，安尼啊 ，QQ 啊，安尼，嘿，食起来口感敢那嘿，这个没有点到，这个可以点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单独就是一个甜点，它吃起来又有点像那种白豆沙的味道，白豆沙，嗯。它口感真的咬完以后会像豆沙一样粉粉的这样，然后有那个蜜的甜味，好吃。哎，吃完了，空空空，扛扛扛。哦，这个哦，如果跟上次杏仁冰比的话，我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啦，这个稍微比较温和一点。那因为它没有，也不是说上次杏仁冰不好吃，上次杏仁冰很好吃，它比较甜，然后可能比较小朋友口味。那这个是稍微古早味，适合这个年纪的。喜欢比较温顺的味道，那种古法酿造、古法炖出来的东西、煮出来的东西，好，就整个吃起来很顺，就是一口接一口就很顺的一直下去，然后吃完整碗这个不会觉得让你甜到身体好像不太能负担那种感觉，顺顺的就这样把它嗑掉，连汤都没有，哦，这个真的好吃。我喜欢吃的是那种可以自己选料的冰，我吃串冰喜欢咸酸冰，木瓜签啊，哦，一挂粥啊，梨啊，哎，冰的还是传统，哎，传统的素鸽冰，哎，叫素鸽冰。还是你喜欢吃蜜饯吗？对啊，蜜饯加冰里面很好吃。我的第一名是木瓜签，木瓜签就是用一丝一丝一丝黄黄的，有点像那个蜜番薯一样，可是它是一丝一丝的，然后它的做法也是用蜜去做，它咬起来 QQ 的这样，它加在串冰里面超好吃，我小时候超爱吃的。可是那个很少冰店有，木瓜签现在越来越少冰店有，你一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对，我连看都没看过。黄色的丝状的一丝一丝，然后它都会结成一球这样。啊，赞！哎，今天车的部分就只有这样而已。好，反正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后面的差速器还是传动轴，哦，在转弯的时候会有声音，那个我们早就知道了，不觉得这样很棒吗？你看上次我们虽然失之交臂，转个念我们去一日游，回过头来才有这一次再次结缘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今天又吃得更棒，更好吃。对啊，也要谢谢各位网友啊，哦，因为你们霸凌他，我们。朱先生，我们上次讲40万，啊，今天来一句话多少钱？我们把它处理了。不用开口，42就好。你也可以用二次霸凌。没有，人也很好啊，真的。他行程表传给我们，今天带了我们一个下午，特别请假，小朋友都不去接，叫别人去接，就为了陪我们呢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稍晚再来怎样？7x60还要借我们开箱。对啊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也是亏各位观众朋友的，托各位观众朋友的福啊，有这一趟的美食之旅，还有开箱之旅啊。重点见，朱先生来一句话，速战速决，35万要好一句话。哎、欸，怎样？车又更便宜，上次是报40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可以吧？那就直接处理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等不及要开箱60了。旁边有没有？好，处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哦，这是春卷，它是有点像金德春卷，有点像润饼那样。这是润饼，这是它哦，就是润饼，哎，就是润饼。所以说这个平常都要排队，排队排队。我是有先打电话来预约，因为怕我们来的时候刚好人家要休息。
生，这也类似粽叶的。哎，安尼包起来。哦，对，蛮特别。对对。嗯，还有已经六点了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再骂人家了。他整天这样安排下来，你知道还有多少伴手礼吗？车上罗宋面包、虾卷、轮饼糕，那个润饼听说是那个也是排队名店的，全部都是他先预定，他都先把它预定好，然后连这个牛肉汤他都先预定好。对，真的是一次够本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重点来了，我们今天整个下午都是白嫖的状态。从停车费到每一餐没有付到钱，然后还自动杀降价5万给我们，老板他来，你留下来吧，帮朱大哥洗屁股吧。汤头看起来就是清澈，嗯，对不对？那内行，这连招牌都没有，民生路牛肉卤是这样。对啊。不过我相信我们观众没有内行的，应该就知道，应该就知道了。哦，有牛筋的，对不对？牛肉，这有点像清炖的感觉，哇，多满足吧！啊，料很多，还有豆腐。啊，这些都豆爷吧？都是豆爷，豆爷。能干没？哦，能干没？好，不要等我，你也来啊！啊，散开来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还是两百零分，两百零分。啊，你买咸的，哦，这来了，这来牛肉。你觉得很深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吃起来不深。不会啊。但看起来蛮嫩的。对啊。啊，低调。不过，我那包肉会挑选的啦。我看总体级的，哎，来来来。哦，我以为很深，但是没有，完全吃不出深的感觉，而且很甜。我会了。老板有教，肉放进来，汤淋下去，滚汤进来，然后拉，老板，再一个，老板，好了，可以吃了，看起来是不是还很深？对啊，没有你吃，哎，完全不深吧？就跟想象中脑袋想的跟吃的不一样。哎呀。吃肉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有肉感，对。而且你要喝汤啊，他吃一口要喝一个汤，汤汁肉汁超甜，完全没有血腥，没有什么血腥味，汤汁甜，嗯，没有什么，没有血味，没有很恶心的感觉，嗯，这就是新鲜呐、啊。哎呀，他这个汤都是蔬菜水果的甜味，甜味，哎。它切得很厚，不是你去外面吃的那种切得薄薄的，对啊，肉厚切的。芥蓝是不苦甜甜的，但味道也蛮清淡的，锅气不够，比起上次我们吃那间的哦，安平那间啊，嗯。哎、欸，今天好满足哦！最后一个这个大满足，而且今天吃的外带的我还没吃啊。今天吃的每一摊哦，都是可以，我觉得都是可以再来台南再回头去吃的。可以二宝，可以二宝。阿呆排名第一的是蛙桂，是那个羹汤。哦，你是就是蛙桂的那个汤是不是？哦，你喜欢那个汤哦。对。你看他鼻涕嘞。你 OK 哦，很鲜，很好喝哦，很好喝，是。我的第一哇，我的第一难选，几乎可以并列。但我会投这个，因为我喜欢吃肉，我喜欢吃牛肉，哦、我觉得这个大满足。啊，如果大家观众朋友，你真的有觉得你也吃过这一间，跟别间，你真的觉得有屌打的，你告诉我，下次我们试试看。好啦，那今天也差不多，我们现在吃完哇，6:30了，我们吃了4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赶快再放朱大哥回去了，他小朋友都没接了，叫阿公去接了。哎、欸，今天真的太满足了，好像一上下，赶快让他回去带小朋友，他请假陪同一个下午。好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介绍美食的，多多订阅留言，超级感谢处理一下。
啊，鼓励一下苏大哥今天啊，多卖力的带我们跑了台南市当中绕六圈。对啊，除了吃的以外，还外带了三四摊，都是他心目中的名店，介绍给我们。嗯，好不好？拉满，好，拜拜。吃药了。阿呆，活到这个年纪了，降血糖药了，啊，过敏了。我从小到大没有过敏过，昨天前两天睡到你看起疹子，所以去打针也没屁用，赚那么多钱干嘛？吃药。对啊，赚钱来吃药，笑。所以哦，知足常乐，知道？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嘛，大家好来好去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有缘再相见嘛。嗯，对不？如果上次我们就妈凑他嘛，凑到底。你认为还会有今天这个美好的一天吗？人前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，对吧？嗯，哦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试着用美好的想法跟美好的一面去面对每一个人。哦，那也许某一天，人家常会讲回力标，回力标是不好的啦。啊，大家怎么讲？那个回向，如果哦，就好好事情就回向，哎。公干郎美术干戏啊啊！回向，有时候活到我们这个年纪，看的事情真的不太一样。好，不要再说我们说醋饭不错还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，人前留一线，日后相见嘛，对不对？打道回府，跑到台北继续吃。你还吃得下？看，要这样给人家吃完啊，浪费人家心意耶！人家事先打电话去订，每间都是排队名店哦。付了三包酱，酱油膏、芥末的酱油膏，还有这洋葱的换，先吃一个看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已经回来还是对了，嗯，我看好吃，好像蘸酱更好吃，我回家蘸酱。里面是看得到虾子，有虾一只啊，然后旁边是料，虾卷的料，甜甜的，原味都是甜的，有点像天妇罗哈，炸虾天妇罗。哦，还是像鸡梗那种。嗯，鸡梗，对吧？粉浆、青菜、高丽菜粉浆，还有那个粽叶，粽叶包起来，蛮特别。嗯，它那吃起来粽叶的味道。没有，你大概你要吃，吃个那个，嗯，这买多久？嗯，搭了多小时？搭了多小时？还蛮脆的。对啊，现在还会脆，因为它炸的比较硬啊。嗯，有一些开始软化，但是还是有脆的地方。金德春卷，哦，听说这排队排的更夸张，哇，这么粗一根，那里面就是花生粉嘛，很脆嘛，润饼啊。然后它也可以挑瘦肉、肥肉，这应该是综合的。哦，有虾子呢。虾子、豆干、蛋皮、高丽菜、花生粉，哦 ，NG， 今天有 NG， 有香菜味，有，甜呐、啊，虾卷里面是也甜的，对啊，台南吗？嗯，那里面都甜的，都花生粉的甜味，不过整体是好吃的呢。我现在肚子不饿，但我吃的是 OK 的，材料蛮丰富的，吃起来菜的感觉比较重。肉的感觉咬起来比较没有，比较少，好吃。谢谢啊，谢谢朱先生哦。人家他已经好久没有那种像要跟女朋友约会一样，先把行程都处理好了。对啊。哎，我之前说那个甜甜的是这个啦。就是这个。对，就是这个，把它做成甜的啦。对，但是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？我不知道名字啊，有没有知道？因为我吃那个莲子的时候啊，就是有这个扁豆，然后把它做成干干甜甜的。甜甜的、啊，对对 对。然后吃起来会有嚼劲，就这个做的。但这是什么名字？观众朋友告诉我们。豆豆，干嘛？你在瞄什么？找豆豆了。干嘛？嗯。干嘛？干嘛？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像跟你们认识哎。拜拜啊。拜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